经过了很多年的思考，我们决定成立了自己阿里巴巴的研究员，包括为什么取名。他说达摩什么意思？英文怎么翻译？我就叫达摩 D A M O。 今天到这儿云栖大会来看什么？60万多人来看什么？我们是来看未来，我们来看想象力。在云栖大会，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 Black Technology 这些东西是想象力。 这是每个有对未来有创新、相信未来的人，他们对未来的设想。鱼呢，是合伙这种状态的相关叠加。 这像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太极。上线之后啊，可以让全世界的科学家呢，用我们这台机器啊，进行一些科学方面的研究，或者说甚至是中学生，对吧？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来做一些研究，让更多的人呢，能够对这个领域本身呢感兴趣。